Hello，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北山高，我们今天要来跟蜘蛛一起拍影片。嗨，蜘蛛。先生，哎，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家变成这样，先生？因为我私底下采些木头，然后盖书了。这么高。把我变回去。把你变回去吗？我不是圣斗士。好，把你变回去。我变不回去，因为我没有魔力。嗨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回来我们麦块实况了。你们应该有看到我有个钻石，但是我好像有一个地方有那个矿坑，对不对？我私底下把它挖到11层，然后还有一个洞窟，我探完，然后探出8颗钻石。然后我不小心一个手残把铁镐给丢了，给扔了。我告诉你，就是我卡住了。你卡住。你看，为什么变这样 ？What？ 你看。好。我连我们家的门都进不去。我看到你的笋了。狂。非常优质的家。我想要去住屋顶了，拜拜。我把你打下来。我画了。猴子吗？对。等下为什么会有火车？因为火车还会喷鸡蛋。鸡蛋。火车喷鸡蛋呢？去死！去死！为什么鬼？等下为什么会有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那个东西？奇异现象，快点把它拿去火烧！火烧！火烧！你哪来的那个资源包？火烧！火烧！火烧！为什么会有鸡？火烧！快点！为什么会有火烧？我很想看，因为我根本不看的。拔火杖 ，OK， 你不存在。为什么又有火车？好，那我先处理一下，我等一下再回来。好，我回来了，我把这个插件给拔掉，应该不会有火车了吧？应该把它砍掉。又来了。好。好远。又来了，是不是？不要再叫。不要再叫！好。我看你在打呼噜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是这样。你为什么还在？你直接顺走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顺走啊，因为我安德啊。对。我怎么看到一只鸟直接在消失在我们？你为什么卡在树上啦、啊？我跳下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很会跑哦！你跑马力哦。我看你跑到一个地方。没有吧。我看你瞬移。没有啊。你根本就是 NPC。你也是啊，快点采收一下。你说采掉了，是吗？我爽爽采一波。安德的坟墓。不要再安德坟墓了。好，我们进。安德坟墓。我们。今天把我的一堆农田还来，把来墓碑，请看一下 VZR， 好了，没有 VZR 了，白痴。VZR 短长了，我没有用那种高科技。来，我的。你的什么？我拿一下东西啊。我看你都给擦掉了。你把我的斧头，不是，你把我的锄头嘞。我没有拿你锄头，白痴哦。是哦，啊，锄头嘞。在箱子里面嘞。哦，箱子我哪一个箱子？你底下搞个工，那是木锅嘞。哪一个箱子？现在我连箱子都打不开。耶！我连箱子都打不开啊！耶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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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好了，我们今天要来盖墓园啦。墓园，表示我完全，为什么？也跟我说。为什么我的视角变这样？你在，僵尸去死！为什么我变成小？哇！你把我的农田给踩爆了，该死的僵尸！是哟。我好像完全卡掉一样。你完全卡掉，快点！种子是不是在你身上？没有啊，都没有啊。你确定？对啊。哦，是哦。耶、卡掉了，卡掉了，呜、卡掉了，我在说分掉了，卡掉了。可以换个地图啊。卡掉了，卡掉了。换个地图好不好？不要。要来烧什么？烧这个。来，继续挖。我们挖石头日常。其实我觉得你今天是个例外，你只是在那边凑人数而已。是啊。难怪就会有观众跟我说，我们进度怎么那么慢？一切都是你。放屁！一切都是你的错。哦，来合成我们的墓碑。不是墓碑，那个石栅栏。你干嘛？为什么这样？石栅栏，大量石栅栏。谁打我？我看你卡在这边。我要合成呐、啊！然后，而且我完全变强了，我完全变成好像小小只一样，小僵尸一样。小僵尸。小僵尸的视角。为什么？喂！为什么我燃烧？然后，你碰到岩浆啊？怒视啊！谁是？嗨！你干嘛关门？你干嘛关门？我没关门。你干嘛待在这里？我看你卡在这边。我想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。你不要再打我！你真的。我看东西的。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没路用。我在看东西啊。没路用的东西。你妈西啊！我看你用什么东西。你不要在那边偷我东西。我只是看一下。这是我自己私底下打来的东西，你懂吧？哦，原来锄头在这里啊！你们打我！不要过来，我要杀你一次！你在那边打我，这边打我，这边打我，我打我啊啊！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在哪里？我已经不见了，快点回血！我也不见了，快点回血，回血！好，宝。你这个不应该哦，这样不 OK 哦。没有啊。一直撞头是怎么回事？我没有一直撞头啊。一直撞头在地下。你离开游戏了。我没有离开游戏。那为什么这里显示你离开游戏？我看一下。果然。被我猜中了。太惨。被我猜中了哦，种子哎。OK。来，这集真的是没路用。好嘞。没路用。我最近你试看看。你最近怎么了啊？还是你要玩我？还
还是我们这部影片拍完要不要来玩 Roblox？ 好，我要先把墓园给盖好。对，我没有拍到什么东西。把墓园给盖好是我们的第一原则。我已经盖好了。是吗？你只盖你那叫墓碑，不叫墓园。我说我的。好。请看，我完成了他的梦想。哎，啊，我怎么了？哦，不了，刚被挖矿，先回去啊。我现在严重怀疑你身上有带钻石镐。啊？我严重怀疑你身上有带着钻石镐。什么钻石镐？我都没有呢。你确定没有？我都跳出去了，我刚箱子打。来对焦，对焦，对焦，对焦。对什么的？啊，这是我弟弟吗？什么？你弟弟？地图。哦，嗨，妞妞，拜拜。妞妞。你知道刚为什么你的天爆掉吗？哦，天爆掉。你有踩。我就知道你踩。门。是我踩的耶，不是我踩的。哎，我问你，门要怎么做？门要怎么做？啊，就六个木。不是，我是说栅栏门。栅栏门，然后四个。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。连这个都不会，你是不是爱快乐的人？我知道我是 YouTuber。你是 YouTuber， 然后嘞？没有，我只是实况主，我不是 YouTuber。YouTuber 是一个职业，就这样。要当 YouTuber， 那你要好像要10万订阅。10万订阅，对。有没有羊毛啊？我要睡觉。哎，按到。睡觉，为什么人家不想睡觉？嗯，羊毛只差一个。做香菇哦。哎，四个线可以合成一个羊毛啊。可以啊。好。连这个都不懂。哎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嗯。优质实况组。优质，我操的！你知道合成单也可以去查它需要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个、我。连这个都不。我可是。那你什么东西？优质的实况组。你什么东西？来，三个木头，三个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床。床，快点！我要睡觉，我需要睡觉，我需要睡眠，不然夜妹会来。捣乱。夜妹，我知道是什么，我看到是。诶？夜妹就是。哦。那个龙龙。睡觉。那个龙龙好爽，我就不用讲了。睡觉好爽。啊，重生点已经有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会开木啊耶。好。这是我的墓园。来，起来一大早吃点烤鱼。这是我制作的。海猪。我做的墓园，四个啊，花盆是不是要泥土？花盆不用啊，是那个粘土啊，粘土烧过后，然后再啊，我知道了，需要泥土，然后再来烧，然后变成粘土，然后粘土再来做成花瓶和红砖。嗯，先做红砖才能做成花瓶。但是我要找一个空旷的地方。我记得你只要下水，然后看到粘土挖就好了。哎。诶、欸，我身上没有。粘土在，哦，粘土在这。诶。那我们做一个小墓园好了。我已经做好了，呵。不是，我是说那。你知道为什么这四只会死吗？这四只呢，莫名其妙，我在合成东西的时候，莫名其妙死了。而且哎呦，沉思小弟弟。
八个石头。没差啦，够了啦，够了啦。哎，还算。我们等一下回来把石头挖完。刚刚一个不小心，猪猪已经在我面前挂掉。原来烤山猪是这样烤的、啊，走过去就会被烧掉。哎，不对，他就直接穿过去，然后就刚好被弄到啊，没有弄到水，然后就直接到在旁边。你不要再上，你不要进去哦，你不要进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先驯服你，我要先驯服你。被烤马肉。不要，我要驯服你。驯服你。你要再立个墓碑。哦耶！好，你等我、哦，乖乖的小马。你等着、哦，我马上回来。然后再进去一次看看附近。哎，其实我这个房子原本设计错误，你知道吗？设计错误。因为其实一般建筑都三格高嘛，我这个盖成四格。来，小马。我再进去。给你安。哦，好快！哦，跳不上去。我看可不可以再加进去。哇，好快、啊！进去。为什么你可以吸它？进去。按了。要去哪嘞？我把它塞到哪里嘞？啊，我知道。好。虽然它血量很少，但还可以。他整个身体状态，还可以。来玩 Roblox 吧。好，等我录完啊。啊。等一下，他跳不进去，你这废嘛。我稿子爆掉了啦。我决定让观众听一下这个声音。不要。这个声音，这个是一个游戏的声音。我知道了啦，直接把它卡在这里面好啦，然后等一下动保鞋，等一下记得要挖两个高，如果两个高。好赞。来，由于我刚刚，不是，我刚刚挖石头时间，猪猪已经去了，所以。不对啊，我应该做个箱子，然后埋在里面。所以我要拿个箱子，然后纪念安德。等一下，那个什么东西，你有那个中介珍珠吗？你打安德的时候有掉中介珍珠吗？我只有看到掉一朵花，那朵花我要把它插在那边。为了纪念他，因为他在我手上啊！你干嘛把？你干嘛盗墓？那是他生前最后握着的东西。没有，我要把它放埋在箱子里面。哦，你要学我那样做，因为我帮他们四个，就是四个，我就不用讲什么动物了，反正就我把他们生前留下来的最后的东西，就是我那个墓碑的形式。对啊，然后再不是我的墓碑的形式就长得很像那个，你有没有扫墓？那是台湾的墓碑那样子。我刚刚按到什么？你按到了这个。哈哈，你干嘛哟？八七哦。真的很八七。好，现在我拿不动了。马儿，你不要，你不要上去啊！你不要上去啊！你上去，我会狙狙啊！我这样这集又等一下被观众骂了，就说你都没有照顾好你的小马，你怎么会这样虐待动物啊？我待会打给动保协会。我算了，我不要做台湾墓碑。台湾墓碑。台湾墓碑，
七十开三。不是啊，就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好，我现在忘了带稿子，真的是东望西望，非常优质的 YouTuber。然后现在晚上，继续睡觉。我们这个盖了三天，不是两天两夜，三天两夜。三天两夜。有没有？我那毕业旅行。就一直提醒观众我们是谁？没有啊，高中也有毕业旅行啊，然后大学也有毕业旅行啊，所以我们国高中也有，不是国中也有毕业旅行啊，小学也有毕业旅行啊。我知道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等于你要在小学待很久，就对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先放下这个东西，有私人世界，我要告诉你。等一下，我刚刚忘了我要拿什么。好，记忆力非常好，真的蛮好的。真的很好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我要做那个石稿啦。石稿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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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搁搞到底下生的你话过来哈？石稿呢？啊，你在送啥？这样讲话，这样。那你讲话对吗？来，我们那个我们要盔甲做干嘛呢？就是，做一个大炮。不是。做来干嘛？拿来干嘛？就纪念，然后放个那个凋零骷髅的头，然后。凋零骷髅的头，你拿凋零骷髅的头。以后有的话。以后有的话，你干嘛用凋零骷髅？以后我不要打凋零怪，我要纪念。其实凋零骷髅头很好拿来，那地狱你附个掠夺三就好了。是没错。掠夺三，一百只凋零骷髅至少也会掉30只，掉30个吧，大约吧。来，好。廉价的墓碑，来，你看，优不优质？不优质，非常赞。你要把他的话拿来献祭不是吗？还要打什么？安德 RIP 哦。你就打安德之死。对呀。安德之死，你不知道，就是安德死亡了。安德你怎么死的？啊！哟，怎么死啊？你在搞什么鬼东西呀？把过来送死啊！哎呦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？这样讲话可以吗？我感觉呢，给你讲。我写错。你 key 档。你赶快死啊！好丑！好丑！蛮赞的，你看赞不赞？安德 RIP。我看安德 RIP。然后、你应该要放这首歌啊！不要！我要查这个。丹德哀伤。别人死的时候不是应该要放首歌吗？丹德哀伤。他最爱的歌，我记得我听过一首。哪有名字叫丹德哀伤？不是我听过一首安德的歌。什么安德的歌啊？真的有啊。安德有开。有，真的有啊。我溺毙了，我死。好，铲子施工。铲子有比较快吗？你要挖什么东西？泥土啊，不是粘土。对啊。我怎么都觉得都差不多。我没差的，所以挖掉了，反正。啊！挖窒息了！哦。我窒。
待会我先帮你听一下。怎样？好，来44个应该够吧？我觉得用这个石板那个鹅卵石板砖很难看，用石板砖好了，优质的石板砖。也要烧啦，烧这个粘土。来，你来听一次。等一下，你把耳机拔开。BGM。可是，对，等一下，可是他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版权。还算，比较好。那给你听一次，我先给你听一次。还算好。没有，你听一次。你母汤。没有，你先来听一次。我们听一次这首歌，还是一首老舌歌。好，我们来找那个 BGM 好。来，这个 BGM 很好听的。来，我们等他默哀一下。好，我们这个砖块烧的差不多了，煤炭也快用完了，继续放一组等它烧。我们先来做这个花盆。好，做12个花盆，重点是我12朵花嘛。S 神，来一下。安德的花还在。可是你干嘛把它拆在这？我没有把它拆了。插在这，你不是应该把它？我把它移位啦。等一下，我要石头，我要拿石头。石头。等一下。如果我们的家要扩建怎么办？而且也不能离墓园太近啊！离墓园太近的话，有一种阴森的气息，就感觉他们好像活起来，然后来找你复仇一样。把他当僵尸哦！我的酒桃嘞！我没拿，先说。哦，在这里。我真的视力有问题。是，记忆力。没有啊。有时候我跟那个鹅卵石跟石头混在一起，我都分不清楚。晚上了，怎么那么快啊？我们真的盖了3天3夜，还是4天3夜，我忘了。你不说好说，我帮你用。好，你先啊，我等一下再进来。好天气，然后。那你那个囚犯看警察的那个游戏，你有几块钱的？什么囚犯警察？对啊。什么东西？你逃犯了。你几块钱？我只有20万。干嘛？我游戏太卡，所以，不知道几块，好像几万。20万，你们应该会知道为什么我 Jailbreak 那个实况怎么出那么少级，因为太卡。对，就这么简单，太卡。现在网络超卡。等下，我应该哇！可以啊，我不知道。哇！还我！哦。我去帮你下去好了，这体这么辛苦的。盔甲做我要来玩了。为什么只剩我一个啊？这是怎样？而且 Green 怎么不见了？为什么只剩我一个？干嘛？干嘛？其实我也有遇到，就是我玩那个 Jailbreak 的时候。为什么阿妈变这样了？就有一次我玩 Jailbreak 的时候。阿妈的身体怎么都是隐形的？就有一次我玩那个 Jailbreak 的时候，自己一个人玩，然后超级顺。然后结果顺一顺就发现，怎么都没人。而且我玩了一个小时都没人。来，首先。你好了没？阿妈在等你。
我可能知道为什么那位仁兄会说我是色弟弟。刚刚那句话，好，我当闺女的时候，我会也是一样重答，安德，德，RIP，德，我现在连中文都不会写，来，自己找太慢了，英文，啊，Enderman 呐，拜。啊，你就打个啊！要，你不知道英文要，不是那个墓园要英文跟中文一起吗？的，应该是这样打。好。对，是 Enter 吧？不是 Enderman， 应该是加一个 D 吧？对不起。要不然怎么变成德啊？安德。就变成 安人。我先说，我英文不好。安人，我英文也不好，为什么我的比较好？没有，我觉得我英文还好。我英文不好，那你英文还好，那为什么你打不出 Enderman？ D E R。不是。是先。T E R Enderman。Enderman。我会被你搞混了。Enderman 呐、啊。Enderman， 为什么你一定要帮他改名字啊？应该这样啦。Enderman。Enderman。N A。你把他他的。帮查一下吧。算了啦，不用查了啦 ，Enterman 的啦。Enterman， 结束人吗？不是啊，是下一步人。我要查好了。你点这个不就好了？安德那那啊？没有啦，这个没有，一起没有。你要请求 Google 大神。嗯哼。安妮，为什么会这个？Enderman 呐、啊，我觉得是 E N D E R。我觉得是 E。你跟我一样，连德都不会写。德文，找到德文。安德，安德新竹是怎样？安德新竹真的有这个，安德英文吧。Ender， 不是一根，不是一吗？没差啦，就这样了啦。会不会是因为我没有打麦块？哪里？我先打麦块。OK， 很赞，非常高，非常好，我们搞了很久，我不知道几分钟。来，接下来第二步就采花。采花，就用我们空手去采花。插曲。找到了。是不是第一啊？对嘛，你在那边哦，一啊第一啊啦。对啊，我说 A N 不是 E N A N， 是 A N 哦。Other man 哦。啊，他为什么写 other？E N D E R， 你的第一次打算你打成 E E N， 然后 E R。没有啊，我写第一 N， 第一次啊，你写 E E E 什么 E N E R？ 没有，那我打错，我后来改。而且你还跟我说要写 Enterman。哈？我说 D 耶，我说要加。半砖不能放哦。不能啊！废话。好吧。那他连火把都不能沾，你以为什么？那可以。我说在上面，如果你如果把它变成两格的话是可以。来。然后有我身上有没有火把？有。又称安德南，莫影人小黑，身高三格高，
伴随穿上军衣，当然如果接触来安德 RIP 完成。要是安德被火烧到，也会持续的瞬移，直到火停止燃烧为止。主要在中间出没。平时什么事件也会遇到。你查 Wiki 是不是啊？其他怪物待的地许多。你会不会念啊？终结使者英文 Enderman 又称安德安德南，我是从这边开始，我是身高三个高，怕水，会瞬移移动，如果接触到水，好吧，我从安德那边开始念了，你写好来我们啊，对哦，我忘了把很重要的东西放进去，安德安你的木借我挖一下。我改变姿势。哎，骷髅王哎。李尊。对。箱子。我记得你拿。说吧。花嘛。说他拿花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把花给分开。挖雪球游戏为了钱西瓜而战，啊。好，给你一个花祭拜。哦。好。安德，祝你。安德，我祝你一路好走。什么东西呀？好了，我知道。安德，我祝你一路好走，平安顺利，非常的平安。现在上为你鞠躬，鞠三指矣，一鞠躬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立定，好，祝你一路顺风，请稍息，祝你一路顺风，师长报告，祝你一路顺风，师长报告，同学，今天呢，你们很不乖啊，不啦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半路失踪，遇到台风，死在死在民中。没有，死在民中。祝你一路顺风。再见，安德。没有啊，我们还有一个人要祭拜啊，小猪啊。还有小猪要祭拜的咧，可以直接打掉啊，还有小猪要祭拜的啦，的啦，来，好，你的东西，烤猪肉两片，烤猪肉两片，烤猪肉两片啊，送给你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半路失踪，死在台风。你不要诅咒小猪啦！哦，是小猪啊，我以为是你。
诶，我连手都可以配备。哦，李正，等下还有什么姿势啊？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死在墓中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他在那个，算了，我也不了解。哦，这是拜拜。诶，给你一个拥抱，穿鞋。诶，这静音吗？不是，那不是静音，但是在说阿里姐穿鞋，跳舞，劈腿。阿里姐穿鞋。那这一般。你这。拜拜的姿势，好。拜拜的姿势。这诶，这好难看。没关系，都改。好。还算。来，安德，你看 ，S 是你看。安德在瞭望天空。这要版权吗？不是，安德在。遥望天空不行吗？不算。星星，嗨。好好，哎、欸，这个，嗯，好，列阵。OK。来，我的告示牌嘞。唉，还没告示牌，小猪。告示牌需要再盖一间吗？小猪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告示牌，我之后再补给你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当然可以啊！因为你已经把我们烧成猪排了，谢谢。你现在把它放在墓中，你是想要我把我腌制成什么东西？腌制成猪肉干。是腌制成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在这里结束了。三个东西。没有，这个墓碑是没有人的。哦，那你我各杀一个。那就我杀的是高等生物。好，我们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在底下。低等生物，你在干嘛？低等生物哎、欸！你这样。你至少也要让我结尾吧。我不在你那边，所以我不想让你结尾。呵呵。哎呦，你疼，不能看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点个赞。没有，我是说，请在底下留言。哦，请在底下留言，我们到底是什么？不是，请在底下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订阅旁边有个小铃铛，把它点开，可以看到影片，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我的影片更新通知。然后，如果有什么意见或想法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哦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是飞张高。下个礼拜都要干嘛了？你现在还在这样？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下个礼拜都要这样了，你为什么还在那？三个人帮你们祭拜一下，让我们这个对，让我们这个频道可以一路顺风。就是，你要先这样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不是，你要先推后，然后。怎样？不是，这样怎么用？东西呀、啊！不要操控我的，不要操控我人物啦，人物在看你啦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先把它打掉。